觀眾嘅 channel， Hi， 我係 Dan， 阿 Jeff， 今日我哋同大家講嘅 Rudiment 就係 Framjacks 其實係一個三連音嚟嘅，咁然之後我哋會喺三連音嘅第二粒加一個 diddle 上去，咁咧通常因為咧呢個位係比較密嘅，咁我哋就好容易咧打咗呢個三連音嘅第二粒咧前咗少少，令到佢變成一個比較平均嘅感覺。但我哋今日咧，我哋會做翻一個準確嘅三連音，咁咧就會打一個比較準確嘅 Framjacks